我们寺院的原址是在这个三明，知道吧？在三明。然后我们因为这个寺院是属于这个民国时期的一个建筑，就是说经过现在当时的寺院，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就停水停电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法师啊，因为考虑这个大家的安全嘛，把寺院就是说重新这个退平以后，我们要发行重新再修建。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叫土地庙。 就是说是已经确认一个土地庙，然后现在我们的僧人暂时是住在下面，而我们员工是在上面。 我们寺院的这个，我们圆峰寺是属于叫药师道场。 我们的主佛叫药师佛，然后你像现在一般的寺院，就是说你们在家人所理解的，就是说我们讲供的这个叫如来佛嘛，它分好多种，像我们有分这个各种宗派，而我们是属于这个叫药师道场供的药师佛，我们的佛像是采取的这个叫升级脱胎的一种古法，这个传统的一种手法。 就是不是我们住址扔掉的，都是人家庙里的。庙里面他们换新的了嘛，他这个不要了，过了老大油啊。不要了嘛，他们一般寺庙里面那个信徒，他们自己不敢处理。这个我们是住这个庙里的。 因为他们那里是主要是替各种寺院，包括不光寺院，这个祠堂啊，做一些这个雕像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是佛像，我们讲的，叫浮在心中嘛。那你在雕刻的过程中，你肯定会有这个，就像写字一样，写错了怎么办？那得重新来嘛。就是说，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叫持教，不着相，就不要去执着这件事情，不要去太刻意的去做一件事情。 就这样一个意思。谁呀？好了。嗯。好了。嗯。
你还是这一次就不高兴着。这还没喝酒啊？你那我开不呢？我是开烧酒啊。你我是喝，当你个倒。我说去吃饭吧，他说我不吃，我说你妈的放，我说你酒都喝了，你不吃你的白天的，我就我说我晚上我们就喝酒了。现在政府也是那个把那些小型的工矿企业全部关掉，你要关掉多少小的企业了？那些小企业都是那些小老板，姓胡的，他赚点钱，到时候庙里给那个去捐一点。现在自己都没活干了，还去赚什么钱啊？对吧？因为他们做这个佛像的钱，做佛像那个政府又不补贴的，结果政府到寺庙里去拿钱。都是靠那些信徒啊，那些老板捐款造寺庙的。以前那个全部是老传统，所以全部是手工。你像我们这个上漆啊什么的，以前都是用那个这个刷子刷的，现在那个有那个漆板可以喷漆的，效果稍微比以前稍微好一点，其他都没什么大的变化。这里面你看研发厂有什么前途吗？没有前途的，这个地方没有厂啊，没有什么的，这个地方没有，就是没有特点，就是一个没有特点。第二个，国家没有开发对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说的不好听的话，就是一个死角里呀。他们你要开发哪个老百姓到这个地方的乡下来开发呢？要在泰国的话，他们没有检查都要过来都要检查的呀。你没有一定个这个资源啊什么的，都要人的呀。没有人怎么办？你有了钱也搞不到。以前嘛。变化嘛，就是不在这个地方变化大呀。有的人对有钱的人在苏州工作，在墨脱工作，他们的卖房子卖到上面去了呀。你到这里来有什么发展？你看呢？这个地皮只有一家人家，只有这块地皮给你，你怎么发展？肯定发展不起来呀。有的人出去，是吧？来，有的人在公司里打工，是吧？有的人嘛自己开公司，都有的都在外面，不在这里。这个地方有什么发展？你看这个小地方发展不起来呀、啊，你发展呢？比如说人家个塑机厂在那边，在车站那边不是有个塑机厂吗？他老板做的挺大的，后来他到墨脱去了，啊，稍稍好一点了，他到外面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发展不起来。年轻人都要出去的，不会在这个地方的。现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好比是一个水饺，没什么发展前途的。肯定有人带动的，如果没有人带动，肯定不行。